什么人？乡亲们，咱的市长什么人？乡亲们，高雄市长什么人？咱用上大气力来欢迎咱高雄新老市长邓基门。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让我的肩膀无比的沉重。我会肩负的大家的期许，勇往直前。我会用尽我全身的力气，为我们这一座伟大的城市来共同打拼，让我们的高雄能够大步迈进。